手创业。隔空打开瓶盖怎么做到的？这个魔术有一个技巧，学会这个魔术呢，平时跟朋友吃饭机会可以露一手。接下来话不多说，我给大家演示一遍，交代手心手背没有任何的毛病。接下来仔细看，把手出热，这个时候放在瓶盖的上方，瞬间它就可以打开，效果非常的震撼。虽说啊用牙齿开的方便，但是给朋友露一手那简直帅呆了。我把教学整理好了放在左下角，看完你也可以轻松学会。